我怎么攻击？我怎么攻击？你要打开你的那个包包。你要先装备包包 B 这里。是装备包包。哦、oh. ，你不是要改换那一个是其他键？好像是左边的 shift 还是右边的 shift？ shift 右边 shift。我怎么跳下去？一个没有，你可以开启一个包包，左边还是右边 shift 的键？你要戳破人家眼睛好吗？戳鼻孔，要千年杀，千年杀，没有伤害，没有戳一下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空投吗？空投，空投箱，有空投掉下来。哇 ，it's me。哎，回来了 ！I'm Spiderman。揍他！把他揍他！把他揍下海！把他抓去！把他抓去！但关谁的？关鸡腿！反正把他抓下去。鸡腿就是影月啦。鸡腿是我的。我做了什么？你把他揍下去了。你杀了那只虫虫。我的鸡腿掉水里了。直接死一只。哦，怎么又来了？都掉在这边呢。好爽哦！哦，对，我的是耳朵的。哦，我好远哦，救命！在上面好几只哎。我是什么颜色啊？红色。你是红色，红色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红色戴帽子是你。好。又想对鸡腿干什么？你看我在看我怎么攻击。空白键吧。你把船上打一个洞哎。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对啊。在里面，船里面。哦，在右上角，右上角船里面。他们在右上角打架。不是啊，对，右上我没看到人啊。换你，因为我们在房子里面的关系吧，所以看。哦，在你们脚下，在你这个脚下。脚下有一个洞哪里、啊？我没有洞啊，空间啊，所以。对，在空间里面，反正你就去找不同颜色的揍他就对了。啊，要怎么攻击？你说按 B。你是键盘吗？键盘。右边 shift 开哦，开装备，然后再选择要的。按对，选择，然后还要秒打，因为是控难秒。我控制不了。W S 中文输入，中文输入有没有开到？对，中文输入。没有，他有个距离。可以，有，你刚刚有调到一点点。对，他这是最低的，这最低没有，这最低的了。啊，总攻击，因为他都会总攻击，总攻击去另外一边才行。你就只能拿武器攻击啊！我不能戳他吗？快点，哪个是攻击？空白键，空白键，哦，空白键。哈哈，戳他小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虫虫，啊，这是谁？该谁？回血的，回血。哦，在你们旁边。嘿嘿嘿嘿，又到了杰克的回合。我烤鸡在这里是不是很危险啊？那烤鸡被包围、欸。仙人掌长表示，仙人掌已经被周围全下来。干什么？对，我有点近点哦，我也是绿色的，那个再准一点哦，仙人掌有点近哦。你要不要换家？我觉得那个爆炸很棒。现在风很……哦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风很强哦。你剩三十秒了，你剩三……队友，你冷静一点哦，绿色，我跟你同队哦。我要听队友的。哦呦喂，好大一个洞！哦，好痛，好舒服啊！哦，先挡你前面就有一个箱哎，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轮到洞内之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真的？现在没有风哎。哇，那个触手看久有一点不优啊。喂。绵羊，绵羊干嘛？羊干嘛？在吃它哪里？我觉得，哦不，就是火箭筒啊！对，太高了。突然好想念同一个人，也同一个人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反正同一队的，同戴帽子是我，戴帽子是我，同样一个帽子。哇，你很会射呢。很会呢，哎呦，很会射哦！哦，坦克车子哎，是坦克是不是？车子下来会直接碾到人吗？不会。哦，这声音。啊哈！啊，来啦！你刚刚是不是轰了我一下？没有，我在这。对啊，你们怎么看得到啊？
你们到底在房子里面、啊？还是我们一起炸下去？不不不不不不！刚刚有勉强看到一个鸡腿。哦，哎，你后面是不是？哇哇！哎，后面是感应之地嘞。我怎么后面有地雷？哦，It's me。哦，是最可怜的这一只来了。对，就是他。去做那个左边那个左边那只左边那只，那你可以做机器人。我好奇哦。坐。跳起来，你可以跳两下呢。歪，哇，哦，飞进去了，哦，揍他了，应该打人了吧？直接揍，揍好像是 X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机器人好强啊！跳起来，哈哈哈！我挺住了，卡住了吧？卡住，太高了啦！有物资掉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我玩了半天不知道在玩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笑。我来了，小雨坦克，小雨坦克，小雨坦克，揍他！哇！哦！我上去抓坦克吗？我、啊、不行了，不行！我不行！啊！时间到！太远了！该谁的？太远了吧！而且我都在这里、欸、啊！我怎么跳？那它是可以拆的。Enter 按两下可以翻滚跳。你要按两下。哇！哎，差一点！中线！毫无反应。哇！我吃光了，谢谢各位，都是我的了。啊！我直接冲到一级战区。完蛋了！火力支援。他只会放这边啊 ，Enter 跳。所以玩久了大概都会知道弱点在哪吧，那个补给点。嗯。Hello。哦。你要？有人想去抢坐骑啦？冲啊！有人要去抢坦克车？哎、欸，你上得去吗？可以。哇，真的好尴尬。哦，有人。哦哈太高了，角度打不到，对啊，角度打不到啊！哎，这边这边，再准一点啊，再准一点啊！有，好像有机会。打准一点，打准一点，打准一点！太邪了，90度哦！哦，全中，有，大家都中分。哇，杰瑞好像不高哎。杰瑞，你现在是冠军哎！对啊，因为我没有尊重你，没有尊重你。哎，在里面那只。我要想要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那时候小雨，你们里面怎么看的、啊？不是看都是外表耶，就是有走进去的人才有的。对，里面有空间。干什么？所以轮到的时候，你们看得到里面的情况？里面有三只虫啊？就是你们轮到的人看得到里面，是吧？可以、啊。是说里面，可是应该是我们有自己的虫在里面，所以我们看得到。哦，我们太棒了吧！我们外面的整完全在马赛克，哦，还可以再枪哦，然后那你哦，我要死了！好像每个道具会扣的时间哦耶！哦，打死一只了！哦，啊，你死掉怎么变一只鸡？设定的啊，设定的，好可爱哦！这里死掉还掉一颗，我就死两只啊！就死掉了，冻完了。哪一只？哪一只？哎，对，你已经死两只了。你们全部都打我！是啊，你就刚好在我旁边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要报复社会。翻滚那炮弹可以多断哦。哦呦！蛮痛的，动了，空白哦。但是你用完之后会把你的描述扣掉。啊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往下跳，往下跳。我只能加入你们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应该往下跳，打那只红色虫虫。不要啦，太可怜哎。下面有一只在角落。下面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上去。下面我刚。你有钩索上去啊？有。先破坏地形啊，或是用钩索上去。对啊，或者用钩索。那边怎么去啊？你那边没有路，那个最下面左边那个，你可能下去，然后左上吧，忍者神锁，
干嘛？你看你要不要在右边一点？你要去右边啊，右边，对对对，右边往左边。然后往最上面勾。哎、欸，要怎么移动那个？哎哎哎，它是这么远的、啊，它是这么远的、啊。上下上下，对啊，它会，没有，它会直接往上。对对对，它是 A 发射吗？按 X 吧。按空白键。他是那个啦、欸，没射到，浪费了。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包包包用掉，没了，没了，还是放弃那一只 Pinky 吧。哦，还有喷射背包啊！哦，对嘿，太棒了，换我了，我要怎么办？你要留什么背包吧？我觉得你挖一个地洞啊、哦！对对对，有喷射背包，我找一下。然后喷一喷就喷下去。背包？不会喷，直接喷下去。对，底下第三个。对啊，有我看到了。啊！拜拜，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活着、欸？那边有地板，有。哦，我要扣血。我飞上来是我的命在换、欸，救命！你喷上都是你的血、欸，真的耶，会扣血、啊，这好不划算哦。很合理啊，因为是太 OP 的关系吧？对啊，原来如此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自己人啊，自个人啊！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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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敌人轰他。好想进去看哦，马赛克视角。他不能直接跳过。再花一点点血量就上去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用跳的。那你要等到轮到那一只了。哎呦，上去了！哇！喂，来得及吗？啊，我来陪鸡了。哇！哇！现在繁星是冠军的。他不让我哦，好，等一下，哦，是因为我刚踩到毒，所以才会那个。攻击是哪颗？一样空白、啊。空白键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是黄队的哈，我是黄队的哈，巨黄。不是，我也想打红的那个哈。哦，有啊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丑了，有打到，有打到。意外，我觉得我还是开一队友都想杀我，我天哪！你血量是满的，你要吃吗？当然吃一下，当然要吃啊，不然会被别人吃走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把他打下去，把他打下去，打下去，来啊！用震龙拳，用震龙拳，来啊！你会来啊！哎、欸，他的血量会不会是会补到其他只啊？因为他左边看起来是在算总血量。血量你要想想，我刚只戳你一下哦。我要把你打下去。哎、欸，你一二五哎。哇！哦，你哦，是会吃了会超血了。好了，我们会完了，重开。太久了，可以重开。太久了啦，二十一分钟了哎、欸。而且想出去设定一下，还二十分钟。对啊，看一下哦，看一局两小时，直接退出就好了吧？直接退出吧，我已经退出来了。退出，退出。看看啊，我要去设定。对啊，自定义是自定义吗？然后嘞，名字应该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看。虫虫名称哦，队伍名称。队伍名称啊，然后嘞，新的队伍，一个新增队伍，哦，有个 A， 哦，还可以把每只虫名字取嘞，嗯，我去改一下好，不然看不到哪只是哪一只的，对，哇，叫一二三四五好了，哎、欸，你不要选我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不知道选喵一喵二。喵一，喵，他们怎样才会长不一样、啊、他们怎样才会长不一样？可能要换一个父母吧。那个要统一，旁边不是有外观吗？哦，外观、啊，外观是统一的吧？哪里有外观？就是你看那堆虫，左边不是可以取名吗？右边可以帮我们选外观，是大家看起来会戴什么帽子？哦，我想让他们戴不一样的帽子。好像是同样的。就对啊，是会统一啊，只是不要跟其他人一样这样。哦哦哦。哎呀，很强哦！到七次。还有跟那个逃脱者合作哎、欸。嗯。那个逃脱者的那个光头。不能打中文，可恶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找不到外观？是在队伍那吗？还是在外观就右边呐、啊，右边呐、啊，右边。你们还是从一直在狂跳。
一只虫在狂跳。欸、对，第三个。一二三，哦，简体字。好，没有注意到它。哇，好多东西、哦，好多奇怪的外观哦。我可以在那边选半个角色。我也是、欸。真的哎、欸。哇，独角兽哎、欸。可以选半个小时，这逃脱者的我们就半个小时来看这外观吧。哎、欸，有兔子耳朵哎，繁星在哪？在下面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在很下面。干，那三叶草也太恶心了吧！喂，大家都很认真的退去，大家都认真的选颜色。退去再往下这个，你也滑太快了吧？我觉得是狂点的、啊。耶、哎，小丑好恶心哦！这兔子也太……这是就是兔子。也好。好啊。墓碑哎、欸，我没有选到。对啊。所以刚刚那个小鸡是雨月的墓碑，就是。就是墓碑啊，对啊。你还可以用键盘哦，雷蛇。有我看到，他头上也有啊。哦，小鸡好可爱。哇，大家已经开始选没有人要玩这游戏了。选变成变装游戏了。对啊。我要选渡渡鸟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喇叭是什么啊？我好了。声音吗？我都要最好有那个音乐。版权攻击。对。版权使者。版权使者。我看他每一首听起来都很版权。哎、欸，他右边那个虫子有个 E 哦哦，就这个对不对？对。好好好好好好。来一打一打一啊！刚刚一样哦。还是一打一打一，可以一一了吧？都可以，不然差不多可以。不然上一个机枪又不小心射到自己了，你看，扫我就哇又扫我。不是，我相信我刚刚只是瞄那个红色的。你觉得那生命值要不要高一点啊？你们要直接调200，一小一条一只的话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打到海里，啊、你血再多也没有用啊。打到海里真的，对啊。对，不给人家玩。啊有没有没有海的？啊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小雨还没进。珍藏小。我看看有没有没有海的雨林。海的哥。边缘都是会有那个啦。嗯，一定有啊。我被。对啊。那个海洋踩到你，如果没有不是被人家打下去的话，你会中毒。刚刚他们说我会上去会扣血，是因为中毒。我的聊天室无聊到自己。哦，这个好。这个喵好不喜欢。这个、好，这个。啊，杰瑞，你的名字没改，杰瑞，你的名字没改。哦，我的，哎、欸，小雨的是不是也没改？他刚进来，他刚进来，刚进来啊。哦，队伍没改。没有啊，我刚本来就没有特别取名字，好吧，你就这个人。啊、对。那你最不特别。好。好。好了，过了。好。哎。哦，我没按到，太谁？准备，小雨，你的队伍准备。没有，因为刚刚猫哈没喊到。小雨是不是没选到自己的队伍啊？他说他没有改啊。没有，我选到了，我只是没有改名字。哦。我刚刚很认真在选造型。Where am I？ 有了，杰瑞一。我看到我了，小雨先。小雨对对，我突然觉得我选那个造型好明显哦。旁边有机器人。等一下，我跟杰克是不是手要重复的啊？噔噔噔噔噔。你选什么？我要。哇哇哇哇！这个空，这个洞。哇哇哇哇啊！我把你堵，我把你堵。下不下去？下不去了。我跟杰克重复到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一样。我的眼睛会发光，不一样，外观不一样，外观不一样，都没人呢、欸。就一打一打一啊，没有队友啊。哎
你可以用你的小臂，你可以飞啊。可是飞会扣血啊。刚不是说那是中毒？啊，是哦。啊啊！又说不是中毒，是燃料消耗，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到底是怎样啊，观众？试看看，没差，用看就是。你用看用看，你飞飞在哪里啊？你就喷一下嘛，最下面那一排，第三个右下角。按错了。最下面左边数过来第三个。然后空白键它才启用吗？是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摇杆。X，反正就使用啊。还是 X 还是 Y 忘记了。X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好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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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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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猜那个是燃料，因为你的血是200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那燃料啦，不是你的血啦。哦、啊，没事，算你血没事。对啊。哎呦，旁边有车子、哦哦哦！哇塞，你召唤一台车子哦。我召唤了一台车啊，用了3D 燃料。要怎么按？这个位置好危险啊。嗯，怎么取消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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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按 B， 左右移动、就是，直接选别的就好了。啊，你直接开那个背包选别的就好。背包。对。右 shift 的，右 shift。啊，去了去了。繁星沉下去了。你按到 Enter 了吧？繁星被偷了。我 Enter 上面也按了没反应啊，我 shift 刚刚按的也没反应啊。我就顶不下去了。不是左续不到，右我按右边的啊，不然怎么会有 Enter？ 这个是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可以出得去吗？干嘛？你可以往下炸出空你炸他，他打不到你，你炸他。往上炸，对，我打不到你。他打不到你啊，你可以打他。你拿一个不会破坏地形的射他就好了。你可以拿手指戳他。你搓完它再跑回来啊！手指搓我脚底，我感觉好痒啊！你这会炸地形吧？散弹枪，我觉得掉下去。哦，有有有，12D。哦，两枪没了，两枪，有够痒。我到底我也不想好不好？我总是短一下就下去。短，看你短，直接跳下去了。哎呦喂！慢操作哈。你后面那一台是什么啊？嗯，倒退格。那个坦克还是什么？很像坦克。哦。哦，你的坦克怎么站在那很恐怖？被触手抓住了。哦哦，原来是长相才是着地、啊。那也不是坦克吧？那个比较像挖掘的、欸。那个碎，前面是那个碎掉的。对啊，我自己碎死了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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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下去没事，下去没事，下去没事。下去没事啦，你去挖土啦。来了。哎，对啊。他这个人真的。你哦。我怕摔死哦。不会死哦。你拉远就看得到啦。哎，等一下，允月，你前面那个，前面上面那个好酷哦。那个是直升机。那个是直升机耶。你去看直升机啦。直升机我怕我跳不上去哎、欸，你有火勾勾上去啊？嘿，上去，嘿，嘿。游戏标题找不到这游戏啦，要改早改了。可以用绳索勾上去。O R M S 哦，不可以啦，喷射飞吧。W 点 N 点 D 没有，我其实是懒得改。按一进去。哦。有了有了，空中制霸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去哪里？你又往哪走了？那边没有人呐、啊！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呐、啊！没有人呐、啊！哇，你把人家炸爆了！你乱扫射会爆炸、欸，好恐怖哦！那里好像有油桶的样子，看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改个标题没看到，好可怕哦！喵哈哈，觉得怕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等一下，我的视角现在好远。你可以先下来射他再上机吗？我觉得这一台好可爱哦！哇！哦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！再来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时间不够，不能再打一拳了。哦，我要死了啦！我咖喱开这四倍子，你就往下再挖一点嘛。你可以勾起来然后跑走。你可以用火箭飞走啦！喵哈，你要死了，那台不能跳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去上右边的机枪塔。对啊，右边有机枪塔、啊。我觉得我跳到那边好困难哦。不会啊，你可以飞过去啊。你有燃料。背包啊，你可以不用跳的啊，你可以用飞的、啊。对啊。
一下，我真的好像选择障碍啊。然后按 X， 方你的右边怎么在左边？不好意思，我要讲一下他要去打那个吗？他想要开一个去左边。哇，可以，哦，可以，这样子这个位置有瞄到吗？你这个是个靶哎。可能在上面，你在这边就当个靶、欸、啊，有抛物线，有抛物线，他没办法在那个，哎、欸、有，再往前开一点，没了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不要再在这跳上去，fucking 跳哎、欸，坦克车啊，那个跳的啦，弹跳坦克车，有他飞走，有他飞走了。飞走了，飞向宇宙。他要打坦克了，坦克。想要打坦克啊！坦克目标很明显哦。危险。太高了吧？没哦。太高了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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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哦哟，再近一点喽，中了。不，坦克。哎，打中了，每秒数。最后。七七七，太少了啦！聊天室刷播七七七这样子。亚三，这个挖土了，挖土的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你看是没事，往前挖。我想看的就是这个，挖挖挖，开挖，挖起来。哇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哇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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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下去。这是这个不是观众想，这不是观众想看的啦，这不是观众想看的啦。哇塞，直升机冷静点啦，坦克打不死人啦，旁边有一个肉身的，你可以先去打一下啦。啊，完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太高了吧！太过分了，打完就走哎。打完直接撤离。一个坦克是不是没有受伤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有有有有，破了十级。坦克还蛮那个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打了！哇塞，我好强啊！我坦克又打坦克，好混哦！坦克那个会先轮到杰瑞，才会轮到坦克。直接跳上去，好猛哦！这台很猛哎、欸，这台真的很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该我。完了，那一只虫完了。再见了，虫虫。毫无反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撵没有办法撵？哎、欸，这当然啊，他一定要攻击。完了，拜拜。完了，再见了，虫虫。啊，不行不行。不会啦，第一主播是我啊。只有一发、欸，只有一发。16滴，只有16滴，能不能把他拉下坦克啊？你可以上坦克吗？可以上坦克吗？是看看车子啊，旁边还车。你要不要去车搭车车？搭车干嘛？哦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！他的脸，他的脸很惊恐哎！哎呦！你是可以跳吗？可以跳，坦克可以跳。你要后面一点跳。不是很好跳，太肿了。那你刚好有弧度，你上不去。对，那个弧度。对。因为有点射他哦。对啊。你不射他一发吗？等一下就被拿走了。对对对。他会过来抢你坦克哦。对啊。互抢。哎呦哎呦！啊，没中！哦，有一个。哎呦，还好我选择自杀。这个战区好可怕哦！在是战场旁边呢，就在那个角角。挖土机，挖土机，挖一下啦！挖一下啦！继续挖，继续挖！直接往前挖了吧！加油！走了啦，走了！挖了啦，挖了啦，挖了啦！你看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你看，上来了！你有考虑去某个地方挖石油吗？我觉得我应该会赚钱哦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摩天轮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那个肉身的，肉身那个，你觉得要怎么打？他那个真的很夸张。
啊！一次打两个吗？哦、啊，超讨厌的，超讨厌的！啊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没上去，没上去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小雨过不去啊！我太远了。对啊。我可以跳很高，你吃道具啦，吃道具。我觉得极限可以，好像可以飞、欸，它、啊、可以做一批飞行。极限好像可以飞行，啊、就我不确定什么。你下面好多道具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留一点给我啦。不要啦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。我先吃一吃嘛，我等一下再看。所以他应该吃完了，吃完了。看是吃到什么吧。哎、欸，我下来了。哎呀，下来挑动是什么挑而已、啊。气到气，直接到了，知道？跳！哎呦！他有差点飞下去。哎、欸，那所以刚刚其实杰瑞可以抢他的机器人吗？对，可以抢。对，那个叫怎么拿啦？那个吃什么啦？有啊，有人可以拿。记得啦。那个风眼睁睁拿不到，他锁在里面啊。不是、啊、那个啦，你把它拿掉、啊、太空那喷射背包。抢直升机了！在呢。啊、怎麼然后你要控，然后再发射一次，对对对，然后对对对，啊，我的手机，开走开走，等下等下，我先去，完了完了，抢回来了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抢回来，你可以抢回来，你可以抢回来，好像直升机是我的喽，大家要抢直升机喽！哎、欸，复仇了吗？复仇了吗？他要复仇了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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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了没了没了！哎、欸，那机器人快爆了、欸！它冒烟了、欸，冒黑烟了、欸！原来会这样子哦、喔！我来挖。你们要做喷射？你要挖去哪？等一下，你先看看。这个完全是别的世界、欸，这不可能挖得下去啦！你可以把下面弄空，然后待会杰瑞就可以顺便把它递进。没有啊，再就是小雨先呐、啊。对啊，我会先的、啊。哦，对耶。这样你要多拿这个洞，滚动啊！卡住了，完了，没了，有伤害，有伤害，有伤害。哎、欸，机甲变成了碎片，机甲换掉了。哇！你抢回来，你抢回来，然后去敲他，脚他。然后抢回来，然后直接拿那个去敲他。快点！我想看，这是我最想看的。来，走喽！上去喽！哎，底下那个洞，这什么东西？还受伤？没有，时间到了。没有着陆点，你没有着陆。底下那个没有得赞。你要踩在那个橘色那个包的。不要啦，我要发大财啦！这台没有够、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使用东西是空白键就对了。对，如果你是键盘滑鼠的话。脚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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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踏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脚？啊，这怎么钻？发射箭啊！哦，对，绞死他！啊哈！没事没事没事！没事，太强了吧！他是船呢、欸，好扯哦！哎、欸，对他有船的图案呢、欸。哇哦！他有船身哦！我以为我要死掉了，我以为你要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出来？你是不是卡住了？让我看看。哎、欸，那其实它就是个靶哎、欸，你不要在它底下，它就会死了哎、欸。你往头上射就好了。对。杰瑞的复仇，小杰的复仇，小杰的萤火，你看到吗？打到吗？打到吗？你要打谁？看那个打到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不行太低了，你只能打对对，你只能打那只鸟。对，你只能打那个，可能要只稍微高一点花雾线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有中吗？有啊，中一下，有中一发。八滴！获得更多武器。哪里有武器？杰克啊，他刚刚讲杰克获得更多武器。那个吧，就是那个补给箱而已。嗯嗯。这是一个弟弟虫虫的生活。啊、你在浪费气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被没了，虫虫。
哎、欸，你还有哎、欸，没了，没有油了，没有了吗？时间又有哎、欸，没了，没有完了。你时间还好多、哦，时间还有，它能装第二个火箭吗？时间还有了，你只能用跳的。时间还有，可是你好像不能。OK， 可以装第二个火箭。哦，你是补给这个是不是？他来补给的。二数据无人机哎、欸，无人机你还可以试试看，还是你现在要用看？十秒哎、欸。哇，来得及吗？很想飞啊，想冲冲。五秒就。你知道你左边是飞碟吗？那个飞碟可以用吗？不行啊，那不行吧？不行啊，那等一下坏掉的。那地形啊，我想骗他。那地形。他跳过去了，他跳过去了。哎呦，换我了！狙击。哦嗯，如果力道不够的话，会往左飞。去吧，应该有、哦，偏了一点。啊，卡住了！啊九九滴。换小雨了吗？换我了。我挖土机来喽！阿贝安。土机。哇！你看蛀牙就是这样，好痛、哦，好痛啊、哦！我想起了那个声音，牙医的声音。你看什么？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那一下。It's me。打地瓜，打到了，你打到音乐了。打到音乐了。那收到一下，收到一下。真的卡住哎、欸，完全动不了。因为你的那个上面那个螺旋桨卡住，活标靶哎，完全没得动哎、欸，原本很想加速，现在变成废物了，不能动了，观战者，现在能这样子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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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打谁？哎，会烧哎，哇，烧到烧起来喽！哇，这么烧哦！28哎，很痛哎、欸，好痛啊！现在是第一、哦，连、哦、连那个两滴，还没炸两滴，一滴枪都爆了。杰克躲很远了哦，很远哦，可以了。那可以用什么、啊？你可以去拿中间还有一个香香，你真的在思考、欸，右边你还有一个香。这是啥？枪乱轰，我碰到东西啊！轰轰看好了。火箭炮，微逆风应该可以。哈、啊，力量不够。现在是换我的意思啦。你，哎、欸，大逆很逆风哦。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不然就是你往你头上直射，看会打到杰瑞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梦想啊？哎、欸，又换风向了，风向又换了，好像不错，完了哦，来哦，杰瑞，你就射到杰，就射到杰克有没有？太远了吧？太大力了吧？轻一点就打到杰克、欸，对啊，真的轻一点就打到杰克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起来有瞄准了你。他那个瞄准是挖的上下啊，让他往上爬，往下爬。哎、啊欸，他有个跳伞干啥？哎、欸，没有要挖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等一下。不小心挖起来了，开挖了，开挖了。嗨，小雨。我开回来一点。走不来。他的角度应该射不到我。哎，他已经开始冒烟了，真的。哎呦。